李彩华呢日喺香港录影音乐节目，佢话近排忙紧拍剧，套大陆剧有好多专业用语，又长又难背，今次仲冇得揾老公求救添。其实之前我有啲对白好难背嘅时候，佢都会有同我一齐背嘅，咁但系今次就唔得咯，今次就佢就好忙啊，要做嘢，咁我又好忙喎，咁所以咧大家就相约咗应该月底会见面，咁到时候我再有难嘅对白，佢就可以帮我背一齐背啦。不过原来呢套系佢事隔13年再同罗嘉良合作嘅电视剧嚟噶。系啊，其实今次咧拍套剧咧，虽然都对白系好长，同埋系好难背，咁但系唯一好开心嘅就系同阿罗嘉良一起拍啦。咁因为即系同佢对上一次嘅电视剧咧，就系、是超军出赛啦，即系10几年前啦。咁当年我哋就系演情侣，咁今次咧我哋就一个大反转啦，咁就演叔侄。咁佢都係一個好有型嘅叔叔嚟嘅，講咗10几年后咧，大家都 keep 得都好好啊，係，即係我都 keep 得好好，咁所以咧，大家都會好期待咯，其實。